佟丽娅海边度假秀，窈窕身材，清纯甜美似邻家女孩，笑容灿烂超迷人。大波期娱乐界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。近日佟丽娅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九宫格美照，并为此配文，快来对二月比个耶。而随后佟丽娅工作室也转发宣传，天气晴朗，心情明媚，和佟丽娅收获一天的好心情吧，一时间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。画面中的佟丽娅身穿黑白相间的抹胸针织上衣，搭配白色的短裤，一身造型也显得特别的清纯可人。她躺在浴缸里，对着镜头摆出了剪刀手的造型，笑起来时也露出了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，甜美的模样也让人舍不得移开眼了。佟丽娅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披肩，用墨镜当发箍，将自己的秀发全部别到了脑门后面，露出了一张干净而又清秀的脸庞。此时也可以看到她的五官依旧十分的精致，一双大眼睛也特别的灵动有神，依旧被不少网友视为心目中的女神了。她的这身造型也秀出了她那深邃的锁骨和修长的天鹅颈，若隐若现的事业线也显得更加的撩人，一双白皙纤细的大长腿更是让人心动。佟丽娅晒出的照片也特别的真实，并不像有些女星分享出来的美照都是白到发光，甚至可以说是惨白，有点蜡黄的肤色也更加的接地气。虽然已经快要40周岁了，但是皮肤也依旧特别的紧致，毫无岁月留下的痕迹，还是少女感满满的。不管是她的背影还是侧颜，也都美到让人无可挑剔。高挺的鼻梁和迷人的直角肩，还有她那纤细的腰杆，也都堪称是娱乐圈中的佼佼者了。看到如今的佟丽娅也依旧甜美的如同邻家女孩，也期待着未来的她在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作品的同时，也能早日传来更多的好消息，相信到时候也会赢得大家广泛祝福的。欢迎在大波期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